เรามีมิสเตอร์โรเจอร์ไอคอนเฟิร์มสตาฟโฮเทลคาปิล่าโฮเทลสแตนด์บายมิสเตอร์โรเจอร์โอเคwelcome to Capella Hotel Mr. Roger呢間剛剛喺10月1日開業嘅新酒店咧，可以話大有來頭。酒店啊，正正係嚟自新加坡品牌。記唔記得當年美國侵侵同埋北韓嘅金仔喺新加坡會面咧？正正就喺呢間酒店嘅大本營啦嚇。咁而呢間酒店今時今日咧就開到嚟曼谷依度咧。咁喺個大堂部分，咦？點解見唔到個 reception 嘅？嗱，據負責人所講咧，佢呢度就想俾到一個家嘅感覺。你可以喺任何地方 check in， 包括房間 check in， 又或者喺 coffee shop check in 都冇問題。與此同時咧，就沒有一啲嘅限制，喂，十點鐘 check in， 十點鐘 check out 係冇嘅。據稱而家咧，即係假設你嚟住咧，唔好講24小時，你喺度住30小時都得啊。於是乎，你可以上午10點鐘嚟 check in， 聽日晚上10點鐘 check out 都可以。嗱，唔好以為咧，我要介紹酒店，查實咧，今次咧係 staycation， 因為之前咧幫泰旅局去完依個考爺拍完實在太攰啦，翻嚟都想 staycation 一下，於是乎選擇咗呢間酒店 Capella Bangkok 啊，啱啱10月1日先開咁樣。哇！你住酒店 staycation， 使唔使著到咁靚？呢啲咪叫呃 like 咯？如果唔係點呃到你嘅 like 啊？咁嚟到 check in 之際咧，仲有糕點同香檳添噃。連香檳都有酒店嘅名字，酒店自己都有出香檳，影質唔簡單啊！通常酒店 check in 咧都會俾個 welcome drink 你，但係呢度咧就 welcome 香檳。其實支香檳都大有來頭嘅，你睇下邊度製造嘅。這個 staycation 對於我嚟講咧，真係相當之難忘。本來咧，我係 book 咗普通嘅房啊，俾錢 book 普通嘅房，但係酒店咧想俾個 surprise 我，結果就 upgrade 咗去呢一個嘅 pool villa。冇錯，泰國曼谷都有 pool villa 嘅酒店啊，睇睇先。嗱，呢間咧就將會有今晚住嘅房啦。據稱佢嘅牀咧相當舒服嘅，哇，摸落去真係，但係更加喜歡當然係呢啲設計啦。旁邊有依個可以插電話啊，各樣咁。跟住然之後入嚟呢個位啦，咦？我見行李到咗嘞噃，喺呢度掛幾多衫都冇問題。跟住睇下個廁所浴室位，今晚就可以喺度沖涼啦。嗱，俾大家睇睇，係咪好有心思呢？仲有一般啊，酒店嘅沖涼乾都有所謂嘅浴鹽，但係呢個咧就唔係浴鹽咁簡單喎。喺個類似茶包，其實都係浴鹽，真係有心思。哇，仲好香添噃！跟住睇下另一邊，嗱，呢啲嘢係心思位啦。你睇下，成個砌圖咁，係咪好靚呢？所需用品喺曬度，兼且原來全部咧都唔係放你用完即棄，全部木做，可以方便你拎翻屋企嘅嚇。
兼且呢度咧就盡量希望達到環保嘅意念，所以你會見到洗頭水啊各方面啊都係可以 refill 嘅。咁甚至乎呢度飲嘅水咧都係貴價水嚟嘅。至於沖涼嗰位啦，就先睇過，真係相當之靚仔。你睇下，有呢個 wind shower 之餘咧，仲可以俾你坐喎。沖到攰，可以坐低攤頭下。簡直係 surprise 多多，入到房裏面有香檳，亦都係糕點俾我。更加 surprise 就係個櫃啦，櫃裏面竟然有整咖啡嘅機器。喺湖山啲整咖啡機器好多酒店都有㗎啦，有幾 surprise 啊！你望真啲，喂，度身訂造嘅，第二啲酒店冇㗎。各位觀眾，曼谷都有 pool villa， 就係呢度啦。你見到啦，房間走出嚟咧，正正依有個澤姑池位，可以俾你一路浸一路睇呢個河景，兼且依度有啲嘅座椅位，亦都有個小型嘅所謂嘅沙拉，我可以等人坐喺度啊，飲嘢啊，睇景咁。好可惜咧，今日就落雨，兼且個天色又唔係咁好，希望明天會更好啦。明天會更好嘅話，明天再浸俾大家睇，坐俾大家睇下。今個午餐咧相當獨特啦，基本上咧住得喺呢間酒店嘅 villa 裏邊咧，佢就預咗你三餐咧裏邊享用，因為咧個房價都價值不菲嘅，咁有部分嘅人嚇就寧願喺裏邊慢慢享用，跟住啊游下水浸下水咁，但我咧就想話吸收多啲嘅新鮮空氣咧，就易得出嚟出面食啊，咁所以就選擇喺個游泳池旁邊呢個位度食啦。咁大家見到咧所提供嘅午餐咧，個造型貌相幾獨特啊，好似啲工廠咧泰國以前啲人咧就用咁樣嘅器具咧，就拎去翻學啊或者做嘢咁慢慢我嚟食嘅。咁而佢用嘅器皿咧，都咁就梗係 upgrade 咗少少啦，有個皮嘅嚇，咁都幾靚仔嘅，造型貌相 OK 嘅。咁兼且咧，裏邊除咗有呢一個嘅泰菜啦，亦都有西菜、日本菜啊咁樣，咁亦都有甜品啊。咁你見到哇咁多嘢食，你一個人食得曬嘅湖山。咁我有我嘅攝影啊嘛，咁你會見到我唔係用 selfie 嚟拍噶嘛，我有攝影啊嘛，咁同埋有其他嘅朋友啊，咁大家好好地食完一餐，跟住又入房去玩啦。又睇下佢哋個泳池，環境都相當唔錯，仲對住超拍爺河添，兼且後面部分仲有呢啲。一个个好似一个艇咁嘅物体喺度瞓住嚟晒，绝对正啊！呢间酒店最大特色之处咧，就是每一间房，就算呢间最平嘅房先算啦，咁都可以望到个河景，甚至乎出面咧有个大型嘅 day bed 俾你喺度饮住香槟睇河景睇日落咁话。咁嗱，呢一间酒店里面总共有101间房，超过10种唔同嘅房间种类咧。呢间讲到话最平嘅，有几平啊？大概20000匹到啦。不过今时今日咧住呢只房咧，有翻一半嘅钱，差唔多10000匹咧，系可以俾喺酒店里面消费嘅。睇翻呢间房。咁你會見到咧，嗱呢度一樣有呢一隻哇咁靚仔嘅咖啡製造器，度身訂造嘅，兼且嗰度仲有一個我最中意嘅地方，就係 walk-in closet 啦，哇擺好多衫都得啦，兼且睇埋裏邊嘅廁所濕位，一樣有啲心思之作啊！但更加精彩嘅就係早上情侶二人喺度刷牙朗開嘅時候都一樣可以望到呢個咁靚嘅河景啊！此外，每日黃昏時分咧，酒店嘅貴賓室裏面都會有啲活動喎。舉例有專人教你調教雞尾酒，簡簡單單等你自己玩下。基本上咧，簡單到不得了，令你自己可以化身成為一個專業嘅 bartender。似模似樣嘅
出嚟应该都唔会难饮嘅。嗯，又 OK 喎。与此同时呢，亦都方便你喺里面交贫结友，嚟自四方八面、五湖四海唔同国家嘅住客呢，你都可以喺度做个 friend， 认识多个朋友，第日去世界各地咪好照应咯。酒店里面更加有个酒吧，晚上先开嘅，名字叫 Stella， 里面环境都几靓，但好可惜我又唔饮酒，所以得入嚟影两张相，兜个圈就算啦。反而有啲肚饿，咁不如要食饭啦。酒店里面都有一间餐厅系几出名嘅，主要食泰菜嘅。酒店里面嘅呢间泰国餐厅十分有名，皆因扎菲人正是泰国有名嘅少年厨神，所以佢哋嘅用料啦、烹调方法咧都十分之讲究。食材方面咧，大多数都系 organic， 兼且嚟自泰国唔同嘅省府。哪个省府有出名的食材，就是用那个地方的食材。炮制方式呢，据称都是来自一些远古的秘方 Secret Recipe， 以确保真真正正的泰国味道可以呈现给大家，这话。所以你会见到每道菜式呢，都可以说色香味俱全。吃完这个这么丰富的晚饭呢，就回房休息了。啊，好美丽的 Pool Villa，今晚喺度尽情休息系啦。以为呢间酒店嘅卖点就系咁多，点止啊？酒店里面仲可以供应呢一啲嘅 folding breakfast， 于是乎唔一定去到布吉苏梅巴提亚，喺泰国曼谷都可以享受到，兼且仲有呢一只房，哇，真系无敌啊！房间之外，露台之上竟然有个咁嘅扎古字喎，系咪好吸引呢？整个曼谷只有这间酒店才有这些房间，甚至乎酒店可以安排按摩师上门帮你做服务，有私家床、私家枕头，让你足不出户都可以享用到专业的按摩和 SPA 服务，甚至乎也可以在你的 villa 外面搞一坛 BBQ 烧烤，令到你一家大小在这里都有一种家的感觉。以上内容呢，下一集就有得睇啦。第一时间同大家睇下曼谷最豪华、最奢华嘅靓酒店，疫情之中点样逆中求胜啊！